陪伴到了女孩的身边，可是这个女孩却走了。来，掌声请出这位男士，掌声有请。阿丹33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位设计师。来，有请有请有请。是跟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跟他就是一个朋友的一个聚会，互相留了电话。认识他一年以后，我就去了香港。你去香港之前，你们相爱了吗？开始没有，开始都只是聊天而已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知道我压力很大，他说过来陪我两天。从那以后就确立了一种恋爱关系。确立恋爱关系以后，我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，我都会每一个月回去看他两次。那你后来为什么放弃了香港的工作，到了深圳呢？他看着我老每个月老这么跑，很累。他跟我说，他特不忍心。其实我知道后面那句话是什么话，只是没有说出来。我就决定了把香港的工作辞掉，回到了家。回去之后，你们俩相处了多久？4年。四年。那他这次离开你离开了多久了？1年多。中间有联系吗？都是他联系我的，我联系不到。那你们俩现在的关系你怎么界定呢？我不知道怎么界定。你们有说过分手吗？说过，他说的。分手原因是什么？没有原因。他说完分手以后的直接他的手机就关机了，手机号码就直接换了，根本就无法找了，他整个就人就消失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后面从侧面我从知道，从朋友边上知道，他是找了一个经济条件比我经济条件好的一个那么一个人。啊，别人说是归别人说啊，那你相信别人说他现在跟一个有钱人在一起吗？我以前不行，但是我现在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妈有打过电话给我，并且那个男生也有打过电话给我。那你还要挽留他？其实我知道他还爱我，我知道，我可以说除了他妈以外， 我相信我应该是第二个最了解他的人。这一年多你也不找他吗？我去过，他家以前住的老房子已经卖掉了，根本就无法找到。希望我们今天找来那个是你的女朋友哈。来，有请小五。小五来自湖南，今年25岁，现在没有职业啊。来，有请有请。你好。你好你好你好。这个站在你面前这个人算你的什么人？前男友。什么时候跟他分的手？2011年。不喜欢他了还是怎么了？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。哪种日子？其实你缺的就是钱。对，就是缺钱吗？那为什么你在这分开这一年你还要打电话给我？只是作为朋友一种关心而已。你知道我们是你想多了，误会了而已。你知道我们那天分手你跟我说什么你记得吗？我还爱你，但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直接手机就掐了我电话，直接手机关机，再也找不到人。不开心受了委屈了，他会打个电话给我，还是用什么公用电话，这类似不会用什么。两个人在一起关有爱够吗？我们得生活呀。4年，我扫你吃，我扫你穿，扫你坐，扫你哪一样？你做了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都是我在做。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，我刚出来实习。对，你实习了，实习完了，你说你要开店，我好，我借钱给你开店，我跟我朋友借了7万，做一服装店，生意还可以，每个月大概进账大概有1万多，一个将近2万，做了好有2万。其实我把那钱攒起来，我想把我朋友那个钱还了。自己起码多少还可以，还得剩点钱。他妈打一电话来，我给小五在老家找一工作，稳定了，有编制了，特好。我想让他回来，当时根本没有想双方父母都有见过。你真的特想去，真的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，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。我说那你去吧，我把店囤出去，囤出去，我跟你回去。你为我做这么多，我很感动，但是。我不是一个人过得好就好，我还有我的家人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家境就不好。我店囤出去以后，不是手上有10几万。他回去，他妈就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哎呀，这边新房，这边有个小区，新房便宜，多少钱一平？想把老房卖了，买新房，现在少点钱。”我二话我都没喊过，这15万直接拿给你嘛。我连我朋友的钱我都没还，我直接你拿去，有吗？有吗，姑娘？有啊，钱我真的不在乎，钱我年轻我能再找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对我，你知道吗？
是，我现在是没钱。我也因为他说你我现在是在欠账，难道我就没有付出吗？对，你就只能辜负不能。我跟你在一起4年。4年，对。那个时候我还小，才21、22岁，我可以等你。我现在25了，我不能再等你。要是嫌早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女人是等不起的。等不起。既然我有这个条件，我为什么不能找个有钱的男朋友，让我家庭过得更好呢？你跟他在一起开心吗？开心。现在是有男朋友。收入不错。那你做什么呢？我现在没有工作，在家里。就是男的养了。你别说。对，我是他养的，他可以养得起我。是养得起你。他可以给我什么？你能吗？对，给你房，给你车。是，我现在没有。你就是没有。对，我是没有。你觉得你开心吗？你打算嫁给那个男人？对。那你今天为什么来呢？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着是跟他把话说清楚。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了，不可能在一起了。你就不希望他再等你了？我不值得他等，他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。你知道13号你跟我说完话以后，我现在是打3份工，我早上是做家教。那你怎么不想，你一个人打3份工，还不如人家一个人1份工呢？姑娘，这么说吧，是家里特需要钱吗？是的，因为我家境从小就不好。你家我想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。我们不说那么笼统好不好，问几个问题哈。家里有孩子几个呀？有弟。弟弟多大呀？15岁。说你父母已经把老房子卖了是吧？嗯。搬新房子了？对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买的，现在已经装修好了，是这个男朋友出的钱。那你这个等于，那你男朋友知道你有这么个男朋友吗？知道。他那个男朋友有打电话给我，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。你现在还爱他吗？不爱他我就不会回到这里。我们不这么说这个问题，因为有的时候是觉得不甘心，所以要拴住。我问你的是，你真爱他吗？假如说他回头了，他内心他知道他是真爱你的，他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你介意他过往的这一段生活吗？那我就说一个事吧，可以证明我爱不爱他。那个男的，我在跟他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的？他说你们开服装店的时候，也就是我开服装店了半年的时间，他已经跟他有来往，是，并且还是他妈做了介绍。我当时气在床上，真的我从来没有那么气过，我全身，我全身都在抖。我就跟那哥们说了一句话，很庆幸咱俩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面。那你其实应该从心里已经很恨他，很看不上他了。你怎么过来的呢？我只想说我还爱他，我不在乎他以前做的东西。你喜欢现在那个男朋友吗？喜欢。你们是真心相爱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干嘛在这1年多还老跟他联系呢？就是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吗？他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有着我，我也有着你。你以前做的事我真的希望你回来。现在那7万块钱账我已经还了，虽然我现在攒的钱不多，我现在已经攒了10000块钱，1年时间嘛，交首付，我相信我应该能找到。你那么点钱够吗？名牌包你买得起吗？我听不下去了。你不是说话气他的吧？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，姑娘？对，这是我真实想法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要跟他把话说清楚，没意思了。她过去就是这样的女孩吗？过去她不这样，真不这样。那个时候我还小，我可以只想到自己，但是我现在大了，我想的事情多了。你想什么呀？我知道你家人条件不，我知道你想让你父母过得更好。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。姑娘，你念在你们4年的感情上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刚才说的是为了气他想跟他分手，还是你心里就这么想的？这是我真心话。啊，好，我没什么问题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有问题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哥们儿啊，我突然想到一首歌，就那英的《梦醒了》。绚烂也许一时，平淡则万一失。
你可能看到他这些绚烂的外在的和曾经浪漫过快乐过的生活，但是你想找的是跟你携手一生的爱人，这平平淡淡才是真啊。他把这么掏心窝的话都告诉你了，他不想跟你在一起。那绝对不是他真心话，绝对不是。这是我真心话。其实我觉得爱情在一起啊，你值得这个人爱你就珍惜，不值得爱就放手，放手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拥有。你拥有的不仅仅是自由，还是尊严，男人的尊严，行吧。我也支持他们意见，我觉得还是你放手吧。你想要的和他想要的不在一个起跑线上，所以我觉得你虽然付出了很多四年的心血和感情，但我还是也劝你放手吧。站到这个舞台是想让我们挽救你的爱情吗？对，我想让他回来。在爱情当中就怕使错了力，越用力你的爱情流失得越快。放弃他，这是你自尊自信的一个起点。要把握住爱情，先把握住自己的人生，先找回自己。然后我告诉你第二点，爱情是讲究付出，但是一定要有底线，去追寻你真正属于你的幸福吧。姑娘，我在网上说的话，我在写的文章，所有东西我都一向是向着女人的。那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我非常讨厌你。你跑到这儿来当着一个这么对你痴心的人说出这种话。我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。有，但你今天跑到这儿来说的这是人话啊？你跟他在一起，你跟别的男人好了，你哗一下拿走15万，你还好意思舔着脸说前男友买的房子，后男友装修的房子，你好意思说？小伙子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在他那边是个什么地位吗？你真的觉得是在谈恋爱吗？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他读大学的时候你很可能在跟他谈恋爱，但之后不是，你就是他的一个备胎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他在那么长一段时间跟你好也跟人家好，他早就跟人家心走了，他会想万一那个有钱人不要我了怎么办呢，是吧？哎，没关系啊，我还有这么一个备胎呀，这个备胎还会每年还能挣好几万给我呢，还不错的。刚才徐老师跟你说了，男人有独立的工作，独立的事业，才有独立的人格，跟这种女孩谈什么爱情？其实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是，不是说相爱不能在一起，而是相爱了很久才发现他根本不爱你。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，最恐怖的是他不光不爱你，还要老是来利用你。按道理来说，你说一个痴心的男生，一个贪婪的女生，他们不碰到一块儿该有多好，偏偏他们俩就碰到了一块儿。你看这男方一边恨着他，还要一边爱着他，一边受着伤害，还要一边想着他，而那边呢，是吧？分明占了便宜，却说我从未索取，是吧？分明不爱对方，却还是要利用对方。我祝福男生找到一个值得自己疼爱的人，但我也给你个忠告。生活真的不幸福。你爱你的前男友吗？或者叫爱过他吗？我真很爱。我们有权利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以作践自我的方式选择一个所谓的幸福之路。如果你爱着你现在的男朋友，那也可以祝福你，跟人说清楚，我是爱他的，你别说我就是为了钱，伤害太大。如果你不爱他，你就是为了你现在男朋友的钱的话，那我建议你离开你现在男朋友，但是是不是回到他身边再说了。我希望他以后幸福吧，阿丹，不要再等我了，我不想你为了我还那么拼命，那么努力，那么辛苦的工作。我希望你以后找一个好的女孩，我不值得你等待。
果一个人就能被钱迷住了眼，而没有其他的时候，这个人本身的价值振作起来吧。哎呀，我突然忘了一件事，咱那15万要不要？就算他跟我这4年，给他的青春吧。其实我们觉得你都特别优秀。是，什么时候调整好了找曲总，行吧曲总？没问题，你的事儿我包了，你是优质的单身男人。握个手吧，其实真的挺难的。祝你开开心心的，还是把过去喜欢的工作做起来，然后工作越做越好，我相信有一天会有幸福嫁到你身边。谢谢你，是，来请回去。谢谢郭老师。我们是网恋，他正在给我提出分手，然后心情特别难过，我就写了一首《爱人离开我》啊，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，通过天津卫视这个《爱情保卫战》，能够挽回我的女朋友。因为酒吧歌手希望用自己的真情来挽回他的女友，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，请他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，掌声有请。阿淼29岁，来自河南，是一位酒吧歌手，他的女友小薇24岁，来自哈尔滨，欢迎两位。在现场的时候，你说要挽留的就是他，是吧？对。两位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认识的？我们是在网上认识。网上，哪一年呢？2010年。当时你是在深圳还是在河南？我在深圳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老家，在东北。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，他是一个酒吧的歌手，每天晚上可以赚6000块钱，会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活。嗯，我当时因为跟他聊得也很开心，他又从深圳过来接我，就觉得特别的感动。我就是因为不顾妈妈的反对，我也就跟了他去深圳生活。到了深圳以后，并不是他说的那样，他就是在骗我。我说的6000块钱不是每天晚上都有啊。可是我跟了你这么久，你有一天是6000块钱的吗？我的收入是不稳定的。你刚开始说你赚6000块钱，我现在就是说你真正的不是6000块钱，我也可以忍受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有感情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现在又跟你的前妻联系，你什么事情都在隐瞒着我。有过一次婚史对吧？我离过婚。那你们俩在 QQ 里聊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离过婚的吗？我知道，就是说有过经历，他肯定会很成熟，到他可以照顾我。但到了深圳以后，他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照顾。最主要是他跟他前妻联系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我觉得他有的时候，他比如说像一次，就是他要借点钱给我们自己生活保证不了，你还给他拿钱？一个女人3000块钱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吗？不能眼睁睁的看到一个女人，就是我曾经在一起的，有过一段感情。你有一段感情，你就要借他钱？现在你想不想问你自己的生活是什么状态？你们俩什么生活状态啊？每个月如果去了交房租的话，生活费根本就不宽裕。你工作吗？我没有工作。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他一个月现在稳定收入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的钱我从来不管。其实我不稳定的，就是别人有活找我，我就去做。行吧，那我接着问哈，你跟你前妻为什么离婚啊？性格不合。两个人也是经常吵吵闹闹的。那你跟你前妻还有感情吗？他们两个就是有感情，发信息又什么亲爱的宝贝的。其实我就他就总是背着我发，你这样看难道就不怕你的眼睛瞎了看歪了吗？你有没有发过这样的短信呢？他发过给我。你有没有发他发给你就回给他，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大大方方让我看呢？还去给他过生日。我就怕他一直你还去给他过生日。等等，你怎么着？过生日这件事我澄清一下，因为他说好久不见了，当时约我去喝点酒，我完全不知情，不知道他过生日。然后过去之后，我一开门，房间里还有几个我的朋友都在里边。你知道为什么不转身离开，你还要留下来？你们就是私自去约会了。我打电话给你，你还不接？当时房间太吵了，确实一大帮人在里边，我没有听见。你这是借口，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。突然间我电话响了，当我一接起来的时候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说是他前妻跟我说，你知道我跟谁在一起吗？你知道张正淼在做什么吗？他来给我过生日，他还送我一大束玫瑰。我当时一听，我心里特难受。我一进房间，那个梅花本来就在桌子上放着，我那个老乡拿那个玫瑰花就送给他，他说是我送给他的。那你当时你为什么不拒绝呢？后来我还说老乡你怎么这样呢？你知道玫瑰花代表着什么吗？就是在骗我。我没骗你。你们俩就是去私自去约会了。我警告过我前妻，我说请你不要打扰我现在的生活，我现在也有女朋友。你知道他怎么样骂我吗？离过婚之后，可是你有一次去维护我吗？
你有一次站在我身边对我说一句话吗？他在什么场合骂你？每次都是打电话骂我。骂你什么呀？他说我是小三，骂我不说，然后上网去留言区骂我。他那么过分的去对我，你有站在我立场去想一下吗？你哪怕去感受一下我的感受也好。你的意思是说他还在网上骂你是吧？对。我们看一下吧，啊。我不想管你们的生活，因为你管的严就一切 OK 了吗？要不要把他的信息给你看？这不是挑衅吗？做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。你们俩认识的时候你离婚了吗？我离了婚之后才认识他的。那你前妻为什么说是他破坏了你们家庭呢？可能是他俩吵的时候就生气吧，就这样说的吧。姑娘，你告诉我哈，你现在对他最大的不满意是他跟他前妻的这个纠葛，还是他在收入上骗你？他老是维护着他的前妻。哦，主要不在乎他的收入，而是他跟他前妻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，是吧？对。你的家人是什么态度？这些事儿他们都知道吗？知道。因为我嫂子看到他前妻骂我的留言之后，就跟我妈妈说了，我妈就一直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回去，就反对我们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离过婚了，只是说还有份感情存在。有感情你为什么不走了？你还要纠缠着我？不是，我就说我们只是现在只是朋友。你跟你前妻离婚谁提出来的？我们俩都提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两人经常吵吵闹闹的，就是说还他都跟你吵成这样了，就是没感情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有了新女朋友他还反复去骚扰你的新女朋友呢？你告诉我。他也是电话一来他就抢着接，结果就是我前妻。为什么跟他联系呢？虽然离婚了，我们现在还有给普通朋友自己发短信发成亲爱的宝贝吗？毕竟在一起好几年。他那么在乎你跟你前妻的来往，为什么你还要跟他来往呢？我觉得他还是在我事业上有所帮助。家里人不同意是吧？一开始我爸妈就不同意。现在什么态度啊？现在我爸爸就是打电话根本就不接我电话。你这么跟我说吧，你留恋他什么？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开心，他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快乐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前面走，我们两个人就是说你唱一句我唱一句的，后面的阿姨就会说两个小孩子年轻心态真好，看着你们这么开心的生活，我们都就是觉得就是说你们两个心态特别的好。嗯，就算他没有钱也好，就算我们两个以后去努力也好，没钱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接受不了他跟他前妻这么纠缠不清。这话说到关节点，为什么跟前妻纠缠不清？其实这件事我也警告过我的前妻，但他有的时候总需要一些帮助，所以你要考虑清楚了，姑娘。虽然还有爱，但是下面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做的真对吗？哎，我们还是普通朋友，我们还有很多情感，我还需要帮助他，但是对他有多大的伤害，我估计你都没考虑过。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薇，东北人对不对？我也东北人，所以管你叫什么大妹子哈、啊，咱别激动，淡定啊。你们俩刚开始呢是从网络开始的，所以说呢，我送你四个字：网络情爱。反过来就是爱情落网，你落网了。但现在这个网有漏洞了，你不要先问别人，问自己。女人大度一点，她既然跟她前妻已经分手了，她现在留下来是你，所以你知道她现在她心里人最重要的是谁？是你。你越小气，现在他前妻的位置比你高了，你下来了。不是我小气，因为他每次跟他发短信都是这样对着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把电话抢过来的时候是亲爱的宝贝，我真的火着来了，你真的接受不了。有句话叫以毒攻毒，他前妻管他叫亲爱的宝贝儿，你说小心肝儿，比他还要狠。那我想问男方哈，当前妻遇到你的时候，男人应该躲。要逃，咱惹不起，咱躲得起。但你现在给我的感觉什么呢？哎，我觉得我家里有锅的吃饭，外边还看在盆里的，这自然就跟你现在女友。不是现在离婚的也多，像我那些朋友，他们都很融洽，他们都可以来往，就做普通朋友来处理。是可以做，但是女人这个问题她很敏感。如果说你现在不找女朋友的话，你可以跟你前妻，你想复合你可以复合，但你现在有另外一条路了，你不走，偏得走死路。像我一些朋友前妻跟现在女朋友他们都成为好朋友了，也很多。其实我之前有试图跟他前妻成为好朋友，但他前妻每次打电话过来，每次说不了几句话。大妹子啊，我劝你啊，大妹子啊，劝你千万别成好朋友，都是假的。
不可能，他前妻曾经爱过他，你现在也是爱他，两个女人怎么能接纳同样在一起一个男人？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主要是男孩子的问题，这个以前做的事情错了就赶紧改，不愉快都是因为你造成的。我比较年长，这个劝你一句，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现在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你就不要这么自私，是吧？真的有时候是你自己自私，你把有一些东西给抛弃，可能你还能得到她真正的你们俩的幸福，真的劝劝你。我看他们俩那个吵架哈，我觉得肯定是这个女方啊非常的爱这个男人，看着他那个就是前妻给他发短信啊，他就绝对就是不容忍。是那个这点我承认，他是很在乎我，他很在乎。当我出去之后，他会注意我的一言一行，然后跟女孩子如果说话太时间太长的话，他也会在乎。劝那女孩就说，他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如果你不给他这空间，将来你们俩即使要结婚了以后，然后再过自己日子，你会很痛苦，很痛苦的。我觉得你有些底线可能，也许啊，真的突破了。我们来听一听前妻怎么说吧，来听听。为什么还没有我们两个会离婚呢？我怀疑他就是那个第三者。如果不是他这样出现的话，我想阿苗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会离婚，也不可能会去吵架。那您现在跟阿苗还有联系吗？当然有联系啊。我们俩的那么多年的感情，我跟你说，阿淼跟现在跟这个女孩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幸福可言。而且这个女孩她以为她自己是谁啊，什么事情都要来管一管。我给阿淼打个电话，哪怕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问候，她没有去接，干嘛呀？有你这样的吗？阿淼是个男人，他需要有空间的，他不是你的孩子，也不是你的父母亲。当然我们感情还是十分好的，如果那个女孩和阿淼分手的话，我立刻去找阿淼。您曾经是不是在网上对女孩就是进行过一些留言？谁先说谁呀、啊？是他先说我好不好？如果他不说我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去骂他？到底谁是第三者？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，到底谁是第三者？我们两个谁是第三者？我问没问过你，你有没有离婚？你当时跟我怎么说的？我现在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，你们现在还有联系？他是一个朋友，你是我现在女朋友。我觉得女孩爱得很悲哀。你找爱的方式就决定了你们爱情的样子，你可能想钓金龟婿，就莫怪他比你还现实。不要怪男孩一开始的欺骗，他带着欺骗进入了这段感情，但是你的价值观是给他的欺骗推波助澜，使他骑虎难下，以至于一骗到底，这是你的问题。这位男孩，你对前妻优柔寡断，当断不断，必定自乱。你对这个女孩充满了谎言和欺骗，你爱得非常的虚弱，你不敢以自己真实的我去赢得他的爱，而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谎言。知名歌手日入六千呀、啊！因为当时确实他听错了，我说的不是每天晚上都有六千。我相信一定会有无数解释的机会，但是你没有。他来了，生活在你身边了，才渐渐的自己发现了原来被骗了。女人要什么？要安全感，要稳定。男人是什么？男人就要给予靠谱的承诺。而且你在对前妻的态度方面非常之暧昧，以至于前妻居然认为他是第三者。女孩找男人有三大怕：第一怕出轨，第二怕撒谎，第三怕前妻。出轨我们先不说他啊，撒谎你肯定是有的，一定有，你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是有的。前妻这一点我跟你说一下，也跟所有可能有过婚姻史的男人都说一下，不要跟前妻做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男人他都只有一种立场，这个立场就是身边的那个女人。你要维护的、维系的永远只是身边那个女人。如果你去跟前妻交朋友，你身边那个女人她的立场是什么？她成了什么？他成了你跟你前妻之间复合的一个障碍吗？如果你们有感情，那当初爱的时候就好好的爱，既然不爱了，果果断断，彻底决绝。男方是歌手啊，资料当中说给妻子写了两首歌，是吧？对。那你最近做的那一首唱唱呗，要声情并茂哦。这首歌的歌名叫《谢谢你选择我》，我专门写给他的。
我没有很多的钱财，也没有更多的权利，我没有俊朗的外表，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。感谢老天让我认识了你，让你走进我的生命里，为我无怨无悔的付出，陪我走过风风雨雨。谢谢你选择我，这一辈子陪伴我，谢谢你选择我，这一辈子照顾我，谢谢你选择我，这一辈子守护我，谢谢你选择我，这一辈子爱着我。可以了，台上他就哭，台上他就哭，每次在舞台上都这样，女人就吃这一套。哎，谢谢你选择我。你抱着感恩的心态在唱这句歌词吗？你抱着感恩的心态在唱这句歌词吗？谢谢你选择我吗？你们唱歌不是创作，是种手段。你们是让对方在你的歌声中沉醉，然后再继续在生活中受罪。你们唱情歌就含情脉脉，但永远唱不好《生活》这首歌。其实《生活》也是一首歌，你来演唱，我来和，各唱各调不合拍，琴瑟和鸣才悦耳，你懂不懂？就像刚才露西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，不是每个男
像我吗？我女儿到这样事儿了，受到这份罪啊！我知道，我对不起叔叔阿姨，我就。他说我们曾经是朋友，在你下跪的那一刻，谁是重要的呢？预警过你了，在乎你跟前妻之间的这种关系，非不非要闹到今天，还觉得自己有道理，做普通朋友，想清楚吧。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。小薇，请你相信我，以后我绝对会与我前妻断绝关系，一定会好好对你，我会用所有的努力来拯救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希望你能够给我这次机会。其实我们以后，其实在我离开你那段日子，我也不断地回想我们之前在一起的美好，但是一想到你前妻对我的骚扰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真的接受不了你们再联系，就算我自私也好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今天我们是全国人都在看，我向你保证。但是我爸已经好久没有接我的电话。妈妈，今天其实你不知道，记不记得这个，这是你今年为我过生日准备的，但是没有绣完，也希望小薇能够给我完成这个生日的心愿，好吗？你们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吧，你们觉得如果你们是这姑娘，你们会继续爱这个男人吗？请选择。来，
99.91% 的现场观众觉得他们俩不应该在一起。一起数五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开门。在这向全国的人保证，我会爱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，我会永远爱他，把我前妻的事儿绝对忘掉，绝对不再联系，请所有人相信我。姑娘，你做好准备了啊？我现在能再一次跟你前妻说清楚好吗？好，现在她是我女朋友，我非常爱她，请我前妻以后再也不要联系给我，打扰我的生活。你这么跟人家联系？我坚决不会跟他联系，我发誓，行吗？我可以向爸爸妈妈说几句吗？啊，行。我希望爸爸妈妈能祝福我们，希望爸爸不要再生我气了。你幸福了，他们不就不生气了吗？你问问你旁边这个男人能给你幸福吗？我能给他幸福，能为我把这个秀完吗？我生日快到了，你们俩台下恩爱去。对不住啊，第二次我不愿意在这个现场见证这个嘉宾的订婚仪式，不过谢谢你到我们的节目来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吧，回吧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。就我没办法站那儿说哈，什么浪漫什么什么的时刻，我只是你人不能那么自私，你应该说你这个没秀完的，我那么爱你，我秀完你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也行，从来都没有想着那一半是怎么样的，全是自己一肚子的气。回现场吧，看看下面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，我这里有一朵花，我想送给现在我的爱人。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跟我在一起那么久了，我也很辛苦，很多时候我也经常不能陪你，反正树隔膜肯定是很多的，很多很多我都知道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心真意在一起，任何的隔膜都不是问题，因为爱情，一个客家小伙爱上了一个四川姑娘，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吧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刘宇刚29岁来自广东，阿秀26岁来自四川，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。你好。两个人是在深圳认识的？我们之前是通过网络，我是在四川，他在深圳。嗯，完了认识他之后，因为我姐姐在这边，我过来看姐姐，我又跟她见了一面，感觉都挺好，然后我回去之后把家里的工作辞掉了，然后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之后就跟他们家人住在一起，可以说是矛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，从进了家里面以后，我家里面反对的比较厉害。为什么呀？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地域的关系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客家人嘛，还是比较注重这些地域啊、文化，还有一些思想上的一些东西。他母亲说的，广东这边的客家女孩子是要做家务，样样俱到那种。我是在家里是小公主，完全都不会的，但是我又很喜欢她，那我就说我学了。我刚开始从不会做饭，到我做的没有人说我做的饭不好，每次拖地的时候，他母亲都让我拖3-4次，我总觉得他母亲在刁难我一样。我母亲对他是比较反感一点，我们在一起一年之中都非常多的这样子的问题，我自己承受不了家里面压力，我有跟他提出过一次分手，然后
阿秀他已极力的挽留这段感情，要坚持在一起。对。那这次为什么你又不干了呢？因为我发现他从心里好像放弃了。我以前他妈妈刁难我的时候，他都是站到我这边的，到后面他妈妈跟我起冲突的时候，他总是站在他母亲那边，从来不考虑到我这边的感受。我现在跟他已经差不多有半年多没有怎么在一起了，因为从他提出来跟我分开之后，我就很难联系到他，他也搬出去住了。他走了半年，你为什么又让我们帮助你把他找回来呢？在感情上我还是放不下，一直都放不下。那他回去了，你们家人不是还那样对他吗？这是小问题。什么是大问题？其实我都不觉得我们俩有什么问题。但是你母亲这样刁难我，我觉得不是，你这都走了半年，为什么今天你还来呢？我对他还放不下，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他母亲的像对我的这些看法，还有他不改变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复合不太可能。我这里手上有一个伤，这个伤呢是在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，他拿刀割到我的手的。那时候感觉到大家都好像是不要命了，疯了似的。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反感的。那是我情绪上去了，我自己也没控制住。你们俩吵架拿刀是吧？然后这样心里还彼此有对方是吧？分开半年还想要在一起复合，对吗？我也有点矛盾。你矛盾，你跑到这儿来找他干嘛？因为这半年里他一直都在骗我，他自己还交了另外一个男朋友。你是说这半年有了新的感情了吗？我跟他分开之后，姐姐跟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。交往了吗？有接触过，但是不是男女关系那种。你还要骗我吗？你姐姐我也去找了她，她也跟我说你现在找了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经济条件比我好。那是我姐姐介绍的，我跟他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。分手之后你说我们还要在一起，让我去解决家里面的问题，我也一直去努力。但是你现在你却去交了别的男朋友，然后你竟然说那是没有放在心上的。那你又把我也放在心上了吗？我姐姐之前介绍了个男朋友，我只是认识了一下他，然后交往了一个月，我觉得不合适，我跟他分开了。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。我们的诺言好像就是一句空话。你觉得我骗了你吗？我像那个一样的女孩吗？我刚开始我从四川来到深圳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，我们创造一个公司，我们两个人没有房子，我们睡在地上。那些男你们都忘记了，你们全部都忘记了是不是？如果我是贪财的女人，我跟你干嘛？你根本什么都没有，你肯定是了解我的对不对？不要对我有质疑。今天你妈来了是吧？我先把你母亲请上来问问吧。来，有请。你好。啊，这个姑娘您不满意是吧？是啊，是不满意啊。谈个四川的外地人这么远，这个女孩子根本就不懂礼貌，来住这么久，做家务又不懂，还说我冤枉她，我是冤枉她什么了？你投币同个三岁小孩一样投币是吧？媳妇又每一次要拖，有谁拖地是两三？你说我冤枉你，我冤枉你什么了？才离开他半年，你就谈男朋友，这样子他容得下，我容不下。你们家又不要人家，人家出去了，人家还不能谈男朋友？出去，但是这不是你儿子这里还没有说分开呀、啊，你分开就可以啊，你现在都没有正式分开呀、啊，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那又不能让人正式分开，你又不满意，你怎么办？我是想他正式分开呀、啊。阿秀在我心目中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。你说他这不行那不行，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走到行。学这个学不会，学那个学不会，每个人不是从小学到的那个吗？我有在做啊，我有在为阿刚改变啊。我都改变那么多了。这个如果万一以后他们结婚了，能不跟您住一起吗？可以不跟我住一起啊，虽然他是长子啊，但是我也还有小儿子啊。可能是因为我妈的一点点经历，因为他是
我妈一个人在外面挣钱，把我们一起拉扯大的。这父亲呢？我父亲呢，他因为体弱多病，一直都没有出去做什么生意。我妈妈她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走到今天。对我妈来说，她希望找到的这个女孩子是能够担当，又能够负责，又能够把整个家里料理好，甚至能够一起跟我一起把生意给打理好。啊，这个就理解了。所以说，从我网上认识她带到家里面来之后，我们的这些争吵就经常的不断，而且一直相处起来都非常的艰难，秀秀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。那要是他们就是搬出去住，平常也回家照顾您，行吗？行，但是呢，像这种女孩子这么差的，怎么能够照顾到我呢？我只有我照顾她。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。是啊。那个您还是下去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好好好。谢谢您啊。谢谢。走路小心一点啊。你心里还有她吗？心里还有她呢。还有她。我一直没有放下她。你心里还有她吗？肯定是有他的，但是别扭是吧？你最大的别扭来自于什么？我在经营网店的时候，我有几十万的流动资金，你把它给转走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多少钱？20多万。你转哪儿了？他转到他姐姐那里放了，他不跟我过了。给个解释。我不想解释。刚才哭着说不是图钱的吗？那是为什么？总得给个解释吧。没有这个事实。你敢说没有吗？需要我妈上来吗？妈。不用叫妈妈，不用叫妈妈，不用叫妈妈。我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。最后面他把还了我10多20万，他自己拿走了3万，作为分手费。哦，钱又还给你了？还了。哎，好嘛，大喘气儿。那你干嘛不说呢？我不知道他说这种事是为了什么。他就怕你不是真心跟他过日子，图他财呗。他老是说心里面有我，他说他现在去交男朋友都是假的，心里面只有我。然后他做的事情我一直都不明白。你为什么不明白啊？我不知道他这样非要他说出来是吧？我帮他说行吗？我人生地不熟的跑到你们家了，你们家人跟弄使唤丫头一样的使唤我，你尊重过我吗？怎么会不尊重？我跟你一起创业，我跟你一起苦，我在家里到后来谁帮我说话？你说了吗？这些我都知道。哦，知道。你对我这么不好，我为什么不能离开你呢？我没有对他不好。他对你好吗？他根本就是没有感情的，他不懂得什么叫关心。我做家务的时候经常割到手，你有注意到这个吗？感冒了你有买过一次药吗？我不是忙吗？连我生日你都忘记，做男朋友能行吗？我心里面有你。你们应该看到了很多问题了，接下来要听听你们的分析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客家人，客家人首先他很孝顺，其次呢，就像他父母说的，他是长子，而且有很多客家朋友他必须要生儿子，对这个儿媳妇的要求很高，而且很多比如说嫁到客家人，女生都是不工作的，就照顾老人、照顾孩子、照顾老公。你看这个阿秀，她是四川女孩，都娇生惯养。来到客家以后，我想问你，因为深圳呢，它是个移民城市，深圳呢有句宣传语叫做“来到深圳就是深圳人”，她感觉到很亲切。但我想问阿秀，你觉得他们家对你是把你当成客人、自己人还是过路人？给我感觉好像是佣人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最大的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婆媳关系，虽然说现在还没有上升到婆媳哈。第二点就是信任问题，我觉得两个女人一台戏，婆媳上演的就是宫心计。现在我问男方哈，家里已经不接纳这个女人了，如果说你还想跟她在一起的话，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？怎么跟自己的妈说？这些关系我会去协调好，因为本来婆媳关系就是要靠男人在中间维护好。但是刚才我注意一点，你妈在跟阿秀对峙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觉得婆媳关系最关键就是儿子，就是你不能坐守旁观，这时候你就要挺身而出。如果说你要再不出面的话，他们两个以后还有矛盾。就算我把话说到这儿，就算你俩真的结婚了，以后矛盾大把的去，今后但是你要知道过日子是我们两个在过，
不是跟父母在过。他说的，你说的很对，是你们俩在过，但这日子你们俩不是没过好吗？没过。你不是还猜忌他吗？你不又说人把你几十万钱又转走了吗？说来说去，人家又转回来了。你那个所有的言辞里面都对他充满了不信任。你所谓的质疑就是，我帮你翻译一下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到底为什么跟我好？你心里惦记是我还是惦记我那点钱？其实我妈也不是那么难说。不，没说你妈的事儿，说你的事儿呢。我也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觉得你们俩就算了吧，真的。那个，一个是你没有能力解决这问题，第二你也忍受不了他们家以后延续的这种状态，所以就别磨叽了，找大路走。可能你们俩都幸福。虽然说我觉得他有问题都好，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过下去。那就过呗，就包容呗。就过呗。关键你现在所有的做态不相信他，什么这那的指责他，都是不想过的状态啊。如果你想跟他过，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。但是他做的那些事情又让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。又说回来了啊，一个男人得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得有一个坚定的方向，你可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刚刚张老师说，这个男人要有坚定的心，婆媳关系能不能处理好，这是很大的学问，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问题。这个解决就要相互那个容忍啊，如果有感情的话，什么都能解决。我觉得男女双方都需要学习，男的是爱的智商太低，女的是对爱的理解太不深刻了。成功的爱是什么样？担得起责任，容得下差异，耐得了寂寞，是同得了甘苦。你犯了前两个错，你犯了后两个错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这个女孩从四川放弃了一切投奔于你，你对得起她吗？容得下差异，客家和四川是有文化各种差异的，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人生背景，现在要融在一起走一个轨迹，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同得了甘苦，你为什么要转那个20万呀？为什么有这个动作？咱暂且不说，你又转回来了，为什么？你怕了，你想要获得了，耐得住寂寞。咱不说当时你是分手与否，但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，你就去处了。虽然一个月之后你觉得不合适又放开了，但是你是不是这会儿已经在摇摆？但是我更多的是想跟男方说，你要理解这个女孩，因为毕竟当时你们是分手了，他面临什么压力？ 我想问一下，我你要我如何信任他？你要先理解他，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去理解他。他来投奔你，他面临两个压力，一个是青春逝去的压力，一个是归宿感的缺乏。你给他了吗？你给他一种安全感了吗？他没有，所以他才有转20万的那个动作，这是你要理解的。你们两个人的在一起，刚才老师都说了，文化差异，这个文化差异它是不可调和的。为什么？现在四川的小姑娘绝大部分是不做家务，家里非常的丑，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女人做主。但是客家，我很了解客家，你们都有祠堂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男权极盛极盛的一个地方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一个老婆来疼爱。你有想过要一个老婆来疼爱吗？你做过吗？你说是说过，但你做过吗？人家一个四川姑娘千里迢迢跑来找你，干家务干的手上都是伤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也只是他一面之词，我怎么会心里面没有他呢？是他一面之词，你现在还不够相信他？他都站在这里，他都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你觉得他没有受委屈吗？姑娘，我跟你说，一个女孩只有自己过好了，别人才会珍惜你。你跑去给人家当小媳妇儿，你越当小媳妇儿，人家妈就越看不起你。挺漂亮的女孩，四川大好的青年有的是，我去四川看到特别帅的帅哥有的是，为什么呢？阿秀，深圳难道没有吗？你不要听他说。你心虚什么呀？这一场和上一场都有两个共同特点，都是女方千里迢迢到男方的家乡去，所以我接下来就重点说说男人身上在面对这些事件的三个共同特点：远则美，近则丑，唾手可得不值钱，历尽艰难才珍贵。我们很多男人身上有这个问题，男人远的时候都通过网络聊嘛，对方多好啊，尽善尽美嘛，一来了深圳之后就越看越
刚才我说的三个问题，其实最可怕的还不在于这三个问题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要求一个完美的对方，都去看不到有问题的自己。我们说句最坦白的话，你说你今天来是要挽回，但是从上场至终你没有说过一句他的好话，你都是说他第一活干不好，第二我不想他是跟你反向的，你想的所有事他都跟你反的，你愿意跟这种男人过一辈子吗？第二个问题我都不问了，来一起黄金六十秒吧。你说我不行，不够关心你，我会改变的。我这么久以来跟你在一起，从无到有到现在，我都没有放弃过你。我也认识到我有一些问题，我确实可能不够信任你，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跟我好好过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站在这里，我也是想跟你再回到一起。好了，兄弟，时间到了啊，来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选择，我心很乱，因为我们之前相处了那么久。不要这样，我们肯定没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前面好累。我也累，但是累不重要，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你看现在也基本上什么都有了，你现在也很优秀，什么都会做了。我家里面反对就不反对了，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不是虚伪的男人。来吧，回来吧，小罗，特爱他吧？哎，爱需要很多东西来支撑，那个东西你具备吗？我这么说吧，你愿意带他离开深圳，回四川，和那个曾经为他付出过很多的老父亲生活在一起吗？愿意吗？我还有一个弟弟。如果是说你真的要我放弃家里面，放弃深圳，我们去四川发展也没有问题。我相信我的能力。啊，你站回去吧。你让他去吗？因为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去世了，从小到大照顾我长大就是我姐姐和爸爸。姐姐现在嫁了江苏，爸爸是希望我在老家找一个本地的男孩子。如果你今天接受我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。你说的啊？是。说到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去，回去。你妈的意见你听不听了？爸妈的意见要不要听啊？不听了。啊？来，请关门。你们看好他们的吗？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来，请表决。拜。
73.08%的现场观众是赞同他们在一起的。这小罗今天最后的表现确实赢得了很多现场人的心呢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一起数五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不想活，来，往前站。记住啊，今天之所以能赢得他的心，是因为你很坚定，也没有动摇你们俩之间的爱。但是我相信，在生活里还有很多东西要克服。妈妈呢？你应该为你儿子感动吧？养了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儿子。是，对，他很有志气哈。我们说这概念，实际是想说什么呢？您生活那个地方肯定有您那儿的文化，其实他那个地方有他的文化，咱们彼此都宽容一下，对吧？是。他那边呢，没有儿子啊，他要剃的发呢，那我也赞成。这个大家都要养父母嘛，是不是？我妈妈就那也是对的。谢谢。都叫妈妈了，抱一抱，快两个人抱一抱，多好。不丢了，这等于跑了半个女儿，是吧？好，谢谢。你看看，学着点儿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朋友来。以后我们也是一对这样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啊，给叔叔这给我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啊，来，请回。感谢杰丽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，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订婚钻戒。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这对年轻人浪漫而神圣的时刻。谢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咱们这次就算是真正的订婚了，行不行？我们再努力一年，我们办一场隆重的婚礼，再努力一年，这一年我们加油。啊，接吻会吗？我们说亲一个人都接吻，只有他。行了，让妈妈祝幸福啊。妈妈说那话对，谁家的父母都需要子女养育，不一定非要回去。想好，既要对你的妈妈爸爸好，要对他的爸爸好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，多包容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祝幸福，回去吧，不许再怀疑了。你多看节目，多听他们三个人说怎么对付女孩子，你就会对付他们。我还是想说谢谢嘉宾们。我们看到了两对儿，普尔很气愤地说，女孩子为男孩子怎么着了。下面是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很多，但是他同样也遇到了一些问题。来，现场看一看。